Hello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五条鱼呀，它的名字叫玻璃猫，它全身透明，可以清晰的看到它肚子里所有的东西。如果晚上用头灯照射一下，它就会放射出七彩斑斓的光芒来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请留下一个双击，加上一个关注吧。知心的话，我也想家，家住的老妈妈，一穿头白发。今天的天气啊特别的好，大海也是如此的平静，咱们先将这2000米的地笼给它下到海里面啊，抓获这个新鲜的海鲜啊。进来的朋友们，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双击屏幕，喜欢渔民生活的加关注，一会直播起地笼捞。今天是螃蟹慢慢复苏的季节，当你走在沙滩上，只需要借用2斤的猪耙子在沙滩上捞上那么一捞，哎嘿，螃蟹出来了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呀，就习惯性的给上一个双击。有的老铁觉得赶海人特别不容易，默默加关注，看不看海？兄弟们，这叫狗头涨水疼呐！追他追了有50里路啊，鞋都跑掉了。嘿嘿嘿，最终还是被我抓住了。你看这小肚皮，给他气的，嘿嘿，鼓鼓的。见过老铁扣个一，有的老铁啊没见过，反手就是点了颗红心，然后加了一个关注啊，每天看你们赶海直播。